们第二次来铁花村。嗯，可以。哎，大家朋友，你们好吗？好。啊，很好，谢谢。我很喜欢铁花村，因为这里给我一个非常自在、非常自然的气息。我们第一次来这里面，然后全部人都跑出去，还有我们今天这边。对，拜拜。看你们往那里爬。
下一首，来一点温柔的话。好了。嗯、虽然是教会的歌。
上来。拜拜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再次掌声。不要encore吗？最后一首歌哦。要不要encore？要不要encore？还有吗？最后一首歌不上，最后一首就好了，没有了哈。好，哦，好，换人，再次掌声。那个歌名叫做发哥，对，哎，好，我们不会，我们数到三一起唱吧，哎，安可曲，新歌，新歌叫发哥 ，One Two Three。我们刚才是不是还要写一首歌叫做《安置》嘛？对对对，好，安置新的歌哈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？One two three， 安置。好，谢谢。一二三，还谢谢。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那个分级不在隔壁。OK， 那我们再次谢谢 okay, 好，我们最后一首歌了，谢谢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了，这一首歌怎么听？这到底什么歌？回家，回家了。好 ，One Two Three Go。三首自创曲，好了，谢谢，再一次掌声给他们啊，掌声谢谢他们。现场各位如果有开车的话，请等个15分钟哈，我怕你们的耳朵会听不到后面车子的喇叭声。现在这时候耳鼻喉科都关了，没有办法去检查耳朵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我们这边还有肉的哈。OK， 谢谢各位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走路可以边走边吐，谢谢。